家好，我是好男人。今天要讲的东西就是感恩节为什么？你们这群肤浅的人，难道我一定要为了点阅率而分享这么没有文化的东西吗？感恩节也很重要吧？好吧，今天就让好男人来告诉你们为什么感恩。为什么男生都爱学 A 片，然后觉得女生吹草才厉害？不行，我们先仔细想想，知道这些东西对你来讲到底有什么意义？首先，我们要先来了解男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动物。男人是一种有开始，有结束的那种动物，而且这东西呢是从视觉、听觉、触觉都可以有明显感觉的一种动物，可以反映到说这个事情告一段落，完全结束了。也就是说，在嘿嘿嘿或是啪啪啪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明确的知道男人的高潮在哪里。但是因为女人的构造跟男人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不知道你们到底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为了确认你们在啪啪啪或者是嘿嘿嘿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样是充满了喜悦以及期待下一次的。干，真的就输了，靠呗。接下来就是你们那张嘴巴，你知道吗？你们跟好姐妹讨论的东西，其实我们都知道。没有哎，其实还好啦。我其实都是装的。我们其实知道，不管你们在我们面前装的多可爱，亚美爹一呆一呆的在那边的时候，我们其实知道不一定是真的。你们女人真的是心机很重的一种生。所以为了你们的面子，还有你们的朋友以后看我们不要有异样的眼光，我们才会这么努力的去跟加藤鹰学习。所以说潮吹真的不是为了我们，我们其实也没有多期待你们会潮吹，那真的只是因为一个好男人为了确认你不要觉得我们是自私的而做出来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辛苦的举动。而且你们知道有多累吗？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动十分钟，你自己动动看。这是一个比浮力挺身跟仰卧起坐加起来还要累的一个姿势啊！而且瘦手指头是没有用的。说真的，我在情场打拼了几十年，现在要变十几年的情况下，遇到潮吹的情况其实并不多。大概就差不多五六个吧。OK， 可能就三四个吧。好啦，其实才一两个啊，你们把我逼成这样子到底有什么意义啊？Anyway， 我记得我第一次遇到潮吹的时候是夜黑风高的夜。哥，你怎么在我身上尿尿啊？而且尿了我一身。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吗？我知道啊。很厉害哦，厉害哦！你知道其实我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吗？这就是尿啊，你只是找个理由在我床上尿尿吧，就跟你边洗澡的时候边尿尿一样啊，然后在游泳池尿尿也是一样的吧。没看过猪也吃过猪肉吧，就像我们虽然没有吹潮过，但是我们也有在游泳池里尿尿过啊。科学家 Gary Scribach 他说吹潮其实是个心灵层面的一个东西，吹潮所分泌出来的液体有 75% 到 95% 其实都只是尿液，剩下的5到 25% 大部分是女生在嘿嘿嘿所产生的润滑液，或者是男生在产生的嘿嘿嘿。但是他是科学家，我不觉得他对性该有任何的研究。 Sorry scientist, I just don't think you guys get a lot。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的人数会这么少。 I'm a scientist, I get laid man, like yesterday at band camp, and this bear came and we were like。也有人说这是到一个欲生欲死的一个境界，因为人已经到了一个脑死的境界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肛门以及膀胱的收缩而造成的。这是什么蠢想法？这太夸张了吧！这不就是说那女生到那个境界之后是有可能会落赛的？怎么就没有看过 A 片拍到一半然后屎满天飞之类的呢？你是官月出奶 ？Sorry， 不讲人名，抱歉，要查自己去查。No No 的绯闻对象。女人跟男人的身体其实是不一样的，在女人的身体里面并没有一个专门的地方来储存潮吹时所喷发出来的液体。我们下一集来讨论这个东西好了，我觉得这还比较有意义耶。这个字到底是念液还是液呢？液体、液体、腋下、腋下啊。所以说在日本以及欧美的成人影片当中，潮吹只是一个具有戏剧化而且大部分是夸大的成分。另一方面，也有女演员
会在私处藏放喷水的道具，将性行为中的尿失禁来作为宣传 ，says Wikipedia。真的没有人在乎感恩节吗？总而言之，潮吹并不是一个每个人都喜欢的，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也并不是说每个男生都希望看到你们潮吹。男生想要看你们潮吹，其实只是出于我们对女性身体上面的无知，以及关心整个过程你们是否有开心，并不是说潮吹是跟101烟火一样，我们看了会很开心的、啊。其实呢，你们只要在完事的时候呢，对你们的伙伴说：“你今天很棒哦。”也会达到跟潮吹一样的效果。好啦，就这样子啦，我是 Mr. Nice Guy 好男人，我们下次见。还有你想要讨论什么东西，然后又自己懒得找答案的话，你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会很开心的跟大家聊聊的。或者你也可以跟这位害羞的女生林子咨询我，我也会找个 Yeah, you got it。下次见。